在超商当店员，一个月才能赚几个钱呢？看到下面这个工作，可能羡慕死了。这个真的叫梦幻工作啊！大宝招的中国版，去当这个薰衣草天使，一个礼拜就有10万块钱的周薪哎，但是只有女生可以去喽。你能想象每天拥抱着一大片的薰衣草田工作吗？这是澳洲大堡礁全球最理想工作的中国版。广东肇庆盘龙峡风景区开出周薪2万人民币，相当台币10万的条件，要寻觅薰衣草天使，吸引了网络上的热烈回响。选拔结果昨天出炉，两位来自广东、河南的女大学生何世飞、陈慧媛夺冠，成了名副其实的护花使者。这份中国版梦幻工作任期将从7月份开始，虽然只有短短3个月，总报酬却高达120万台币。薰衣草天使每天的工作内容包含宣传推广盘龙峡的薰衣草田，以及巡视保护这一大片美丽的花田。这场护花使者的选拔大赛，已为广东盘龙峡的薰衣草田带来不少目光焦点，预计也将大幅提振当地的观光旅游。中天新闻杨如慧综合报道。